养大型犬，坐电梯时能有多卑微，等电梯时怕吓到人，离电梯远远的。电梯里有人死，主动坐下一趟。下一趟完了，也要确认没人才敢进。进去乖乖在角落坐好，然后把它挡得严严实实。你们打开电梯时就会看到这样的我，还有这样的，还包括这样的。甚至不仔细看都看不到我。我们虽然长得很大，但是站的面积很小，电梯门打开也会确定没人再往出走。好了，走吧，大哥。